大家好，我是三藩市公立图书馆的中文翻译专员。因为居家避疫令的关系，图书馆已经完全关闭，所有的回书箱也都已经关闭。但是这样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服务。欢迎你浏览我们的网页，网址 sfpl.org， 再一次是 sfpl.org。你可以来享受我们其他的免费娱乐，例如电子书啦，还有我们的网上课程啦，还有串流电影啦，还有我们其他的媒体，还有我们最新推出的网上故事时间，令你在家好像置身在屋企一样。那你可能会问我们，我又没有图书证，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只要你是三藩市的居民，你就可以电邮给我们，我们立刻就会开一张给你。那如果你又问，那我之前借了的图书又怎么办？不要担心，在图书馆未重新开放之前，你可以继续使用，当我们重新开放之后你才还，而期间你是不需要给任何的费用。还有，如果你之前已经预留了一些图书，不要紧，等我们图书馆重新开放之后，你就可以来拿他们的。我们三藩市图书馆在三藩市屹立了141年，当中我们经历过大地震、火灾和其他的灾害，所以我们相信今次的疫情我们绝对可以过渡。为了自己，为了他人，留在家里抗疫，加油！